你是要把凳子拿过去坐吗？不用，不用，这个饺子不用。基本上站着比较好施力，它只是那个地方角度的问题，要蹲得很低，太低了，这才用坐着。嗯，我现在把我妈妈的耳朵按摩一下。所以伯母其实平常在躺的时候脚也都是不是正躺，因为她脚伸不直，所以都没正躺，对不对？因为她身体是稍微的侧着，然后脚就这样倒下来。对，所以她脚其实都从来没，就是说应该都没有，他们也没有帮她把她弄直过。没有，他们没有这个时间。对。所以伯母就一直说，一直说，他就一直让他侧着。对，我的观察是，我们把他拉直了，可是，因为弄完有一段时间，他们就给他换尿布，换完尿布，脚就是恢复了。因为他们侧躺的时候，伯母很自然就会想要侧，因为侧现在是对他最舒服的姿势。嗯，他肌肉都缩起来，所以他会很喜欢去侧。他如果这时候没有再把它拉开嘛，他就一直侧了。嗯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花了一个钟头把它拉开了，然后就有点前功尽弃的感觉。对对对。所以我在思考这个要怎么样。可是他我们弄完了，我就会请他过来把他换尿布。他一换尿布我们就走了，然后我观察到换完尿布他脚就恢复原状。这样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就是换完尿布我们看要怎么，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脚做一个调整，然后我们再教他们的护理。他们的这个，他们怎么样把它恢复到我们花了一个钟头的，可不可以保持那样的成果？否则的话，我觉得，对啊，是也会有成果，可是成果不大，就是说他至少有比较松软，可是他又都缩回去，效果就很有限。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只有那一个钟头是把它拉直的，然后拉直不久，它又整个又缩回来。对，所以我看起来就好像那个希腊的神话，一个人把石头推在山顶上，对，我知道，好不容易推上去，他是从另外一边掉下去的。所以我觉得是不是？能考虑说，他换完尿布，我们试试看怎么样，在换完尿布的时候，怎么样把它放好？那至少，因为换完尿布以后，他有一个多，有两个钟头，他不会再来动弹。那至少两个钟头，再加上我们一个钟头，是三个钟头的，是伸直的状况。不然。他们换尿布都几点？还是我们通知就可以？那我们弄完了，我们就会跟他说我们弄好了，他就那没关系啊，就大概在50，他们换大概换多久？大概就是两三分钟就好。那你大概在10点，我们做完，其实再花一个时间，因为他如果弄直再花大概，他卷曲再把它弄直，再花到5到10分钟了。那你可以在9点50，或者说2点到3点嘛，2点大概50分左右，或者2点大概55分左右，请他来换，然后后面再就是说再帮他再把他拉直一下。对，因为你不久，那像我早上都还好，就是应该快10点，我把他按好，可能10点左右，你把他。
饭池那丢尿布。鸡肉先都揉松软以后，再那个比较注重穴位，我不会说一下就穴位了。这鸡肉先放松之后，穴位再加强一下。哦，不是说一下就点那个穴位。先都会揉过以后再去点它穴位，我不会说直接只针对穴位几个点做一做，那肌肉整个都绷，然后都僵着啊，你连面都不做。油漆会有油漆味，没错。可它施工水泥怎么会有粉尘？其实除了那个漆味的化学药物以外，还有很大的是一个粉尘问题。我跟他们说要用那个挡的，他们说现在没有什么了。当然，一开始底是没有什么，但是上粉尘。因为他们上水泥那一类一样会有粉尘啊，这个都会有粉尘。他们认为没有啊。对，石灰粉嘛，水泥是用石灰粉，然后去搅水，有没有？那你那个石灰粉也是有粉尘啊。他们认为没有气味，可是我们很重要的是那个粉尘。大姐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我跟他们讲了，但是他们不认为啊。最喜欢说的说，那你再带回去好了，你得查证据自己搞啊。还要给他附加费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全家都满，我也很想换家。那你有去问那个？修缝前那个管子的事，我等一下去你那边顺便问吧。
早上跟下午的师傅一样的。那这位师傅林师傅呢，因为他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一礼拜五正好有事情，所以我又请别人来帮。这个是所长。哎，所长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以后礼拜一的哇，只有早上会是我来。对，没有一三五日那个，只要是早上都是我来。只是这个礼拜因为临时接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。哦，所以这一两礼拜会是别人，然后以后的话就是我过来。所长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。啊、哦。就那很空的时间。对对对，哦，所长不好意思哦。这个手这么僵硬，要怎么样扶你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那你再弄个座位。没有，现在就是整个你可以上面骑的哈。你说这个手指头对不对？手指头的话，你先这样子稍微抖一抖，然后这边这样子稍微慢慢摆。那其实手指头最主要的这个肌肉哈，它这边绷哈是从，其实这样大姐给我嘛，这边手在抠跟这边抠哈，都是从。从这一点，它这个肌肉从有一条肌肉这样拉到这边来，啊、哦，还有一个是从这边，一个从这里面这一颗哈、哦、是拉这个里面的，所以你只做这边哈，这样没有放松，对不对？它手还是一样绷，所以你要从这个手臂这样子一直揉下来到这一条，啊、哦，到这一条。那你看啊、哦，我压这一条，对不对？压下去你手就会缩起来，没有？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？这一条就从这里，啊、哦，一直拉过来这边。那你这一条上面很紧，你只揉这边，这边都还是绷着，没有？它没有弹力弹回去，那就是弹力太强，你没有把它放松，它就伸不直。那现在江妈妈是嘛？那个是这边是大概是成这样子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应该是这一条从这一颗，啊、哦，你手成这样，手心朝前之后，再朝外面这一颗哈。哦这边啊、哦，这一条太强了，啊、哦，这边的话是控制这边，然后往后翘。那姜妈妈是不是这边都很翘？不是，它不是弯曲的，所以这一条你要多加强。好、哦，这边这一条要多加强。哦，那这一条放松的话，这边慢慢就会比较有弹性，就可以收了。超软了，我刚一加，它这边太直了。有没有？他姜妈妈是这样，他不是这样，这边目标全是这一条，好、哦，这一条。你看，你刚刚按我也觉得很痛哎。会啊。那可是我的手并没有那个啊，我的手并没有。啊、你有超了？没有，那条本来就会比较，因为那边像有一条神经，有神经在那个的话都会比较痛。因为我们肌肉都是神经来控制的，那姜妈妈那个弯曲或什么的话，就是第一个它，
就是可能就是他神经冲动比较大啊，然后让他一直都在放电，一直在回答。补起来，人家要拆掉，补起来又花两。你的意思说我的手啊，并没有僵直的现象，但是你刚刚按我，我还是觉得蛮痛的。每个人都会痛，每个人都会痛。那个地方，每个人，你只要手，你会抓抓抓，这个肌肉都会运动到。那姜妈妈是随时在用力，啊，你是不定时在用力，所以都会动到了，除非整个瘫痪。那像姜妈妈是属于瘫痪，但是在用力型的，她一直在放松用力。然后其实姜妈妈还有一点，可能有一些时候哈，她弯曲久了，肌肉已经有点那个缩短，所以她这个拉直不容易拉直。像姜大姐，你知道那个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篇报道？当我们高跟鞋穿超过一段时间，没有，脚的那后腿的肌肉啊，会缩短大概接近12分之1，真的，24公分可能会变成那个22公分，对，啊那个，所以有些高跟鞋常常穿高跟鞋的人，没有。当他脚放下来，脚跟是垫起来的，就是垫脚尖了。因为他后面的脚跟哈已经都缩短，他已经脚跟垫不放不下去了。对。那姜妈妈有点类似这样，就是他肌肉已经有点那个缩短。那味道好点吗？所以他现在就等于是说，我们在那个小朋友在拉那个筋，有没有？要把他筋拉长，因为他现在筋都缩短些。那你现在我们在做体操运动，你要拉筋就是会不舒服。他现在筋都是很短的。大姐，你说他这一脚整个都缩到这边来了，离他骨头是吧？离他，有没有距离很远？他变很短。那你摸大姐摸摸你自己的，就没有就不用这样。然后他这一脚非常，所以先柔软，然后拉筋就是会比较痛。他有一个大棉被，这个是他真正的棉被。那不是棉被，那是那是一小块的垫。垫脚的还是？垫在背上啊，垫在脚跟脚之间啊。哦。小块，免得膝盖会卡到，是不是？Thank you.
在帮我妈妈按手。嗯。对，因为那边都，你稍微想要动它一下，它就很痛。嗯。你是用按的还是揉的？揉。你摸摸我的手，这样对吗？在我身上做。那你现在可以，如果它会比较痛的话，哈，你也可以用按的，按的不要动，啊，慢慢按进去，按大概3到5秒钟，哎，再放开，揉跟按可以互相交替用。是要按在那根上面吗？那根筋上面？对，当然要把那个筋压软。要压在那根筋上。对，你会感觉有一股筋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应该是这股。对啊。它这边有两股，从这边出来是吧？大姐，这边出来之后哈，它从这边会出来有一股到这边，一股到这边。嗯。啊，它一股到从中间，你要走比较偏中间的这一股。那控制手指的，左右两侧是控制手腕的，那中间那个是控制手指头的。好，大姐，谢谢。那个换另外一侧。那都要转过来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。哎，那个他那个屁股垫的要拿开，不然你没办法。拿开了，好。那给我。你看这个吗？我等下帮他垫。我们可能要把他身体往那边先打正，对，先弄正，然后把他过来，然后再弯那边。好，先把他放正了。来，跟妈妈慢慢来，我们躺回来。这样会不会太靠近我这边？所以我觉得要往你那边。对，所以他躺正的时候要拉过来。对对对，来，预备起。等一下，好，够不够？还要再拉。可以过来，再过来。对。好。这样子最，可以看到这个程度最。可能还是要再过去一点吧。啊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样可以的。这样可以的。对，我另外脚我到那一侧去做脚。嗯。哎，那可是姜妈妈头没有放到枕头上。对。他姜妈妈动作会越来越趋向一个小 baby 的一个动作，就是。